万没想到有一天当了楚生哥的老师。你知道吗？我在这舞台，这是我最紧张的一次。只有一次机会吗？这边的老师们都是比较包容为主，我现在心在准备心态听这边的。你开始忐忑上了是吧？我觉得大家都在夸这首歌，但我觉得这首歌有一个致命的缺点。哎呦！微博搜索天赐的声音话题页参与讨论，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，跟微博网友们一起畅想金曲。